聊聊。哎，你看微博上面那个代购，他家又出新品了。什么牌子呀？就是你超喜欢的那个大购物袋哎。你喜欢那个特别小，所以我看到人家拎了一个格子，特别可爱。买个单色的吧，比较经用，你觉得呢？哎，我今天看到那个米色的还挺好看的，它连那个袋儿都是米色的。嗯，那应该挺美的吧？可以收一个，是吧？到哪儿去找个吃饭的地儿这么麻烦？这鸟不知道哪屎的地方，都是你帮我们弄来的。对呀、啊，这边上都没建完呢，上哪儿吃去啊？哎，慢慢找啊。那、嗯、你不是这熟吗？你知道这哪有吃的吗？你给我们指个地儿。这边我也没来过。你没来过还把我们带过来？美女，来，带你们出来踏青。你干什么呢？拍你别拍了，别拍了，这怎么样？你这里太暗了。听到你拍东西吗？快挡住！你看看这青山绿水的，光线多好。哪好啊？这么重的膜。哎，我操！哎哎哎！怎么了？怎么？你们看，那什么东西啊？那个？哎，那个，我操！黑的那个。飞机吧？不是飞机哪儿没有黑色？就是飞碟吧？这绝对不是飞机。慢点，等靠边上再说的。马上，等一下，我在主路上呢。赶紧的。哎呀，别吹了，马上的。哎呦天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哎呀妈呀！快！停车！马上，快！停车！到了！马上到！我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哎呀，赶紧的！快！停车！来，快！下车！别这么着急，他跑不了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那什么呀？哎呦天哪！哎，那门开了。哎。人下来了，真的下来了。哎，你低点，被发现了。外星人。哎，天哪，真的下来了。这什么呀？这下来干嘛呢？哎，好好看见咱们了。啊，咱们。好好看见咱们了。